要去救一个人，我是等到三猫从他的尸体上面离开，我才敢去救。但猫手撕欸，对啊，猫好凶哦，我还记得那个人，他的名字也有个猫字欸。真的哦，那好巧哦，会不会是他养的啊？搞不好想说那个三猫应该是公的。啊，你在干嘛？你偷车哦？变态，你在偷车哦？他仪表板有点脏脏的，有在帮他擦他仪在表干板。嘛？欸，他声音好小，所以在车子里面讲话声音会变小。不知道哎，你有讲话吗？哎呦呦，他，欸，哎他在里面唱歌哎。打开打开。欸，变态，哎嘞，你刚刚在车子里面讲话声音好小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真的。好爽哟！刚刚在里面爽什么？木有。刚刚声音真的是小到嘴巴不知道被塞了什么东西欸。被塞，在车内声音就，我也不知道有，哎，在车内声音就正常欸，好厉害哎呀，可以动哟，开怎么办到的啊？啊之类，我也不知道有，啊？欸，你不要开太快哦，现在开太快也会出事哦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昨天就有几个好像是开太快飞出去。你在干嘛？他偶尔都会这样子玩，怎么样？不要这么坏心啦！啊，不是不是，我们以前老板娘跟我讲过一个东西，叫做 UCNC，你知道哎、欸，吗？有警我知察上班呢、欸，有道警车哎、欸，哪有警车？有啊有啊，你回去看，警察摩托车啊。那这台车真的给你，我比较喜欢摩托车油。一定有锁吧？那谁的啊？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两台欸。不要啦！不要偷窃人没有，家的没有车偷啦，啦！帮他没有偷，我是跟他借，等等。看看有没有锁而已啊。欸，没锁欸。哎，不要啦！不要啦！不要啦！红色是送你的，不用给我钱哟。警坐上察来，只楠楠，你坐上来，坐上来。先坐上来，你不要偷，你坐上来看一下。不要杰啦！伊没有啊，你先坐上来，你坐上来这边看，啊你不要急，你不要乱来就好了，还可以找钥匙欸。真的耶，对而啊，且它还有破坏线路，感觉周破坏旋线路，钥匙，破坏线路就是会启动警报吧？感觉就是欸，那里个面还有一交通台欸，台。等一下，总共多台？为什么啊？你看，你看。真的耶。好啦，我们回车库吧。欸，翻一金下，先翻一生下，不翻一见下，翻一下。了，欸，你不翻吗？可以赚钱欸。我看看，我试试哦。怎么会有翻垃圾桶？现在怎么都缺啊？哎呦，手脏脏的。都没有，没关系啦，金先生不见了。他早死啊！安全带系好。好，他怎么可以去偷情用机车？他被抓到，他完蛋了。然后你如果有搬垃圾桶啊。搬到保特瓶，你可以来这边买这哦。个 HWO 的 O 下面那边，有，你知道？我有看到，哦，好，大家会不会都想翻垃圾桶？有啊，我们昨天整个医护群都一起去清洁垃圾。
做垃圾分类啊，有的没。哎，记得怎么了？警局那边有4台警用摩托车哎。我知道啊，那个之后会处理。哎，我跟你哦，讲一下啊，这救护车你的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还没熄火哎。我帮你熄火啊，你是白痴。突然想到啊，看一下油剩多少。你谢看谢油多你少？啊，九你十。看，没有，你要上去开一下，它才会变。哦，好。哇，剩30哦。对啊，在怠速啦。忘记了啦。啊，之后还会显示加油站吗？什么意思会？GPS 显，吗？现在看不到加油站啊。故意的啊。哦，故意的哦，好，那我去加油了。忘记熄火跟你吼。去吗？啊，你要吗？可以啊，我看一下加油站在哪。好。我就只记得这边有一个啦，啊，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？我记得这边有一个，对不对？来吧，我们开始到加油站之旅。哎呦，刚加满的，忘记熄火。你车有没有熄火啊？你有存哦？我脚踏车不用加油啦，你不是买车哦？没有买脚踏车啊，我觉得脚踏车好像比较便宜。便宜而且不需要油啊。对啊，就这边有一，有啊，这边的加油站在哪？你们知道吗？啊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哎、欸，有标对嘞，啊，我还到处找。这边的还算好找。对啊，我看一下这个在哪里。在驾驶中心附近。好，高跟鞋跟箱子中。加油，好贵哦！超贵，还好啦，工资有补贴啊，不然好穷哦。哎、欸，哦，满了满了，还在，有要干嘛吗？不知道还有改了什么？改了什么？就主要就是。变得更艰辛啊！啊，只是有没有那个狩猎，我真的也没去过啊。昨天本来有人要去，想说分享一下心得，结果他好像忙到忘记，完全忘记这件事情。安安哦。如果我要去的话，我要下班啦、啊。然后，然后了，我要下班再过去。只是出事情的话，我们要叫救护。就麻烦哦，对啊。而且大家都是下午偏下午才起床，早上有时候我早上来的时候就会发现都没有人，向导组对不对？对，棒啊！还笑啦！啊，竟然还笑吃广告，他会不会根本不知道啊？好啦，吃广告哦。安安。啊，嗨起来！
还是很不稳啊。开到现在第一次海啊，我被卷走了，希望他能注意到我留下的一些讯息。哎，他有个蛮特别的是，他可以留纸条，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玩哎，可以开始玩寻宝大赛，你就在那边丢东西，然后给下一个人去找，就很棒哎。裤子还在。哦，对，要教我赛车。可是昨天有教过我一次，那个养乐多有教过我们一次，但是我还是忘记啊。我记得发起人要先打个东西，打完之后要再打个东西。要多人追随，对啊。不然之前画画都没人追随，明明也是画，诶，我回来了，Hello，Hello，繁星呢？你人口那个你有没有去调啊？我有调啊，最少不是吗？哦，好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有在开调有，啊？啊，没事，那好不好提好，这个。啊，你刚刚是怎样海啸啊？讲一下。我突然被冲走而已啊。就莫名其妙就 crash 是我就等红灯嘛，绿灯一跳的时候往前就海啸了。吗？啊，OK。好好好。啊，你有注意到我不见吗？没有，也是啦。如果，哎，不对啊，你在副驾驶座不动的话，你应该会注意到啊。又不是说，一直想说你很乖，在等红灯。是啦，我是会很乖的等啊。然后结果就有人飞起来，飞下来了。那要重新调整，是声音太小吗？想说怎么了？哦，为啥叫我本名？是因为那个啦，他以为我没开台。哦，没事。哎，我声音会大还是小？还可以，还好。跟刚刚一样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们来骑脚踏车吧。好啊。不然不知道干嘛。来赚钱。等一下，我要先熄火。好。这边，要确定没有开到广播，没有。啊，你是买什么脚踏车？巡航者啊，完蛋了，我一定跑输你。不是很弱，这个比我的好了，我的是特技脚踏车，我的不能冲刺啊。真的假等一的？下，我的脚踏车停在医护，你看要不要骑去医护等我？好啊。啊，我听说上车存进车库又会被那个油会损，你看我油剩31耶，这么贵。刚刚花的钱，哎呦，哎呦呦，没事，哪行啊？哎，我刚加好油，海啸回来之后又变31耶，真的假的？我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对啊，好，我等下去回报，啊？那位是我们的院长，他叫钢铁人。你等我一下哦。好的，好的。
好了，走。走吧，走吧。那，啊，你要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哎，你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？老总上不了脚踏车。建议哦，搬垃圾桶啊。我去看一下现在食物多贵好了。哎，这边不要存到车子哦，这边很容易存到车子哦。这边很容易存到车子，你要小心哦。说啥？所以现在续斧头能压身吗？续斧头不行，因为要看车子啦。哇哦！哎，在干什么？现在食物也太贵了吧？我有很多啊。不是多不多的问题，是太贵了吧？我看，贵没错啊，所以我打算卖食物赚钱啊。哎，棒哦！我现在可以捡的都有快4组了，你一组是多少？哦，就是十就五。带得上线了。哦，哎，你好聪明哦。哎，我走在。啊。打那个公主连接，不然我已经捡了3轮了吧？好。我可以带你去警局附近，那边有8个可以捡。好啊，走啊，我那边捡，走吧，杰一。走吧。还是你等下载我，我不要点就好了。好。脚踏车可以载人啊。没有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先用医护的。啊你，你开一下好不好？我的车怪怪的。只有单手。等下等我一下，我来。好，你去，你不要点吧。真的31啊，我的妈！我有标了，哎，你会不会太无聊啊？拖我就拾骑着荒脚拾踏到那车，边去。等一下，我的油量又剩20了，我觉得这台怪怪的，好恐怖哦！我先去加油。我的每次停完就是被吃掉30啊，哇，好恐怖哦！这里都有狗狗在偷喝汽油，真的，而且是不是停车场会有人偷汽油啊？偷二十汽到油可三以偷十。哦，汽油可以偷哦。我不知道欸，怕是怕有人真的偷汽油啦。先去加油。欸，真的好贵哦，刚才花1400。等下回去骑阿车。所以我都骑脚踏车啊。啊。所以存进去出来会再扣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我目前每次都被扣20到30。哇，市民都会来加油哎、欸，正常，很正常啦。第一次看到哎、欸，我这边市民都是用电动的哎、欸，那为什么不能加？要下车吗？不用啊。有了，有哦，了。有了。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前前后后就加了3000块，加了一轮，真棒！好了，我们去垃圾了。我打方向灯有没有？到有，闯红灯我就说，我至少要打方向灯啊！傻眼，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啦，有啦，比较安全。就遵守一半啊。
不行，要遵守啊。他只能开我一半的单啊。好了，我停这里好了。哎，市民谢啦。骑车吧。好。飞伞安安。因为我们的脚踏车都是一样的颜色欸。对啊，我才想说你也喜欢橘色啊。没有啊，那个店员都不给挑的。哦。没有。没有啦，其实我喜欢紫色，我的也是不能挑。好吧，直接过去吧。走这走这走这。然后其实这边沿路就可以捡过去了啦。我在搬垃圾桶。可以啦，欸，搬垃圾桶很好玩欸。四个宝特瓶。欸，我捡到五个。好像最多是六个。今天是当清洁小尖兵，这样讲就很好听，有没有？我今天是日行一善，在做资源回收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然后，哎，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啊！啊，这个就是你不下车捡，或是你没有把车停好，就这样往前飞。好玩吗？不行，不好玩。我昨天就这样子滑过去，被车碾到，还好没事。车要停好，然后才能捡。你不一定要下车啊，你可以在车上，可是车子就是要停好。我觉得我还是下车好了。对，那个刚刚我们讲的语音就是，你人物距离越远，讲话越小声。我现在做日行一善哟。然后大的垃圾桶啊，它会呛，它会呛。小的垃圾桶不会。大的会哦。对啊，它会呛你啊，说去找工作啊的这样子。像我又出现啊，你手都没有找到，也许你该找个工作。那，啊，这边还有个小的。找到一个可乐。对啊，捡不到。为什么你捡得到？不知道欸。欸，我捡到六个宝特瓶。人就很无聊啊，总共捡了301个。哎呦，你好，欸，你好爱这个城市哦，这样很好欸。过头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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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是顶我。这里有一颗，欸，你对垃圾桶了如指掌欸。然后因为这边可以绕一圈捡回医护啊，我昨天就是在这边捡一圈捡一圈。为什么我都没有？其实对面也有啊，只是我懒得这样跑，我觉得这样子太不划算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感谢萌萌兄弟。我等到你开台啦，可以偷偷看他。我真的很少开 GT 的台，是真的啦。我等到你开台啦，可以偷偷的看台啦。就其他台比较刺激，比较好看。感谢萌萌。
终于有保特瓶啦！先过马路吧。我记得你那一台，我记得你这一台啊，可以跑，可以骑很快，你知道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哦，你知道怎么用就对了。嗯嗯嗯。可恶。快点，绿灯了，绿灯了，没有啦，讲错了，对不起。安安哦。我那天就是捡到太忘我了，捡到警察局去绕一圈。然后呢？就忘记回家啦、啊。然后一路从警察局卷回医护。觉得我们做这种日行一善的工作，好像内心蛮充实的嘛，对不对？点罪恶感也没有。啊，你遇到阿公要小心哦。已经遇到过他了啊。不是不是不是。今天之后的阿公，他说垃圾桶都是他的。真的。他不允许的，他说只要你们拿到东西都要归他。啊，反正你拿起来真的有保特瓶，就说空的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昨天就是。直接冲到我们医护门口，放话说从车库到医护接那个路上的那个垃圾桶都是他的。阿公很时髦的人，他怎么会想要垃圾桶？阿公昨天穷到没有东西买东西吃。为什么？他好像不知道被谁骗还是怎样，就是把钱全部花光。然后造成说他现在没有钱啊，对啊，好可怜哦，就很可怜啊。阿公住豪宅耶，他住豪宅啊。阿公上次还带我去打猎耶。你该不会是说站在马路中间打猎吧？嗯，我吓到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拿枪。哇，你这样有点害怕、啊。你哪天被绑架都不知道。他上次说，如果有人要跟我说一个秘密，在车上的话，我就要跳车。欸，那他说很危险。那这样他对你很好欸。没有，之后院长跟他就带我去听秘密，我忘记跳车，然后他们就去装那个加油站，我就受伤了，好险我擦伤。哦，还好还好，你真的要小心。哎，我阿公平时对人不会这么好哎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之前那些都直接在拐人家走，然后骗人家的钱，还是骗什么有的没的，他对你好好。可是院长就还好欸，院长他那天被带去听秘密，脚就断了。哦，院长他真的是很可怜啊，他复健了两个礼拜多吧，还勉强能走路欸。对啊。欸，那你来很久了啊？我好像来第三天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嗯。这么新哦。
他还说他的孙女因为被诬赖，然后就出国了。哦，那个是发生蛮大的事情他说他孙女被判死刑呢。啦。那个故事很长啊，那时候我也只参与到一点点啊，就是，我们这里有人被杀，那但是是他孙女说犯人就是他，他就是自首啦。那鬼岛上面唯一的刑罚就死刑啊。可是爷爷阿公说，他孙女怎么会杀自己的亲人？对啊，就讲情我们也不知道啊。那时候我一下去要帮医护讲话。他说那个什么叫做睡小睡的，他说他嫌疑哦那个套套啦，叫套套的啦。他说他嫌疑犯罪大，他说一定是套套杀他的。因为我们就是要对质这个啊，因为我有在帮那个病人死者在做手术的时候，那个死者最后的遗言就是说要把东西都给套套啊。哦，对，好像有写什么遗嘱。对啊，当时我们有4个医生在动手术啊，都有亲耳听到他说要把，亲眼看到他用手解除遗嘛。然后他们就觉得很不合理呀、啊。为什么遗产不是给亲人，而是给一个来路不明的医生啊？还是他们其实有私交哦，就是感情蛮好的，是好朋友。这个我就不知道因为涛涛在医院里面的时间也不久啊，常常都是跑外勤。好咯。分子呢？没有我还是医师。阿公就很伤心。对啊，不过阿公真的在那之后人变蛮好的嘞，可能都是没有家人陪他了吧，就开始比较没那么讨厌了。不然其实以前我每次在帮阿公看诊的时候，都觉得很头痛。真的哦。每次看完诊的时候，他又跟我熬一波药费。真的哦，阿公是不是比较调皮呀？他很调皮啊，哪有跟医生在要钱的啊这种的？这里吗？他是我8个垃圾桶连树木都知道哦。他刚刚就是在玩手游，不然就过来玩，那不过来捡啦。他说这边有8个垃圾。李大大，谁呀？哦，不会，外面那个小的也算吧？好，这边3个了，会很无聊啊。还好啊。然后上次他还跟我说，他还说，他问我说：“杰伊，你有没有推特？”我说：“我刚来，还没有办。”他说：“你要不要看那个局长的裸照？”我妈他哦，院长还说他有那个影音版。哇，影音版我还没看过然后他们就问我说：“对警察的印象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有遇到过警察，我不知道。”然后爷爷就很激动，他好像很讨厌警察。他很讨厌啊，他喜欢做坏事啊，警察都会找他麻烦啊。也不是说做坏事啊，都喜欢做一些常人无法做到的事情，但是都蛮违法的。
哇，有沙没有发说过哎！一个警察的好话，好像叫做隆鼻的哦。龙鼻怎么了？他说他为人最正直。说整个岛上吗？他说警局的啊。嗯，整爷个。爷说好像只有他信得过，他是这样说啦。哎，龙鼻，我跟他交情，好掉。有时候可能要站远一点才翻得到垃圾。龙鼻，我跟他不常交集到，交集到都只有在医院而已，事情。哦，哎，我也不熟，我没有遇过。等我一下，我去发个呆。好。干啥呢？等等他一下，他好像在接电话。对不起，我刚刚在想事情。关系。哎，我也想要这台车，这很酷炫呢。我想要一台吗？购物车。购物车还蛮，还可以吧，还好。认识啊，还好。为什么我翻了这8个只有拿到保特瓶？我跟你一直。你讲，我从。医护一路翻来这边，我只翻到保特瓶，还不到10个吧，都没东西呀、啊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发现这边的啊？太你屌刚了刚吧！一直盯着他的我就购一物路翻车过看，来啊。啊，他有点生气。可是我想要啊，很帅哎、哎，怎么跌倒了？我不小心踩到了，可能是高跟鞋骑脚踏车本来就有点，你懂房的。子我没有租过房子啊，跟谁玩？很多人呢、欸。目前这边是杰一跟李世民，杰一有开台哦，我是今天才认识他的，现在教他怎么用。原来门可以开哦，啊，你不知道，当然不我知刚刚道明啊！明哎就呀知道了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啊，然后嘞，你这边翻完之后嘞，我走。你看，你后面还有一个。哦。都没有，然后我应该就会绕回医院后面那边了，那边可以翻七，你是说我们翻昨六天个。发现那个地方吗？对啊，那边加后面的话可以翻到9个啊。哦，呀呀，拍谁拍谁？哦，你要小心那种车哦，你靠过去会被夹哦。
糖直接跟检测室有关吧？到，所以要给我们自己探索啊！啊，你们不能，你真的知道就不要去爆雷了哦，危险哦，人的性命会有安会有危险哦。这攸关你们要不要创新的账号打字哦，不然就是我们可能之后开追随者跟订阅者。八走八，哎、欸，你有看到公告那个吗？有啊有啊，上帝说，因为照理说。我们不是紫色那个东西吗？对，小米手环那个，就是满的话是你讲话的远度，它、啊、越小的话就是讲话的，就可能就是我跟你这样悄悄话，用最小的话别人就听不到了，而不是说那个讲话的大小，就是远近啊。对啊，远近啊。好、哦，你把垃圾桶打翻了。哎、欸，我看他是站着的、欸，哎，你不要诬赖我。我看他是站着的，然后虽然什么都不给我。这里，这里，我们可以。